能够共同完成中国首次出舱行走，是我们无上的光荣。神奇任务时，我们经历了一些险情，一些困难，但在当时，我们只有一个信念，就是无论如何也要坚决完成任务，一定要让五星红旗在太空高高飘扬。最终，我们做到了。这里，要向我亲密的战友志刚、海鹏致敬。就像你刚才所说，这次任务出舱时间大幅增加，而且是多次出舱，任务变得极其复杂艰难。我相信，挑战和考验也不会缺席。为此，我们进行了严格、系统、全面的训练。无论困难多大，风险多高，任务多重，我坚信，有专业人员的地面支持，有我们乘组三位帅哥的默契配合，我们一定满怀信心，迎接一切挑战，特别是身着我国研制的新一代飞天舱外服，我们会完成好每一次出舱任务。浩瀚太空，必将留下更多的中国身影，中国足迹。